OK， 各位，比赛即将开始。白队球权高嘉博，高嘉博给了右侧，面对大东，速度非常快。方汉普还是没能投中。高嘉博上来，上来，上来防，还防这么高的呀？大东强硬，哦，冯汉普他这个身形是不是不太占优势啊？我就是想和冯汉普一决高下，我就是想攻他，然后我还想防他。大东你今天可以啊。大东好严肃啊，不可爱了。杀手的表情我喜欢，看你可不可以投进。哎呦，来注意篮板，一次好球，远罚中一，现在红队1-0领先。没事儿，加油，传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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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好球。漂亮，哦，可以可以，还不错。高嘉博，拿球打，拿球打，打了。高嘉博撞他，打，突破突破。哎呦，高嘉博。哎，眼神没交流就给了。是不是有点慌？杰伦哥，你很稳呢，一点都不慌。对啊，只有三个比较慌。赵学志找到方安普，高嘉博面对大东，打一个，打一个，打一个。哦，放掉。哎呦，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马肖奇，哦，哎，没有问题，防高嘉博攻赵觉志真的是很容易的事情，这就是一个很简单过的比赛。加油啊白队，加油加油白队。给到大东，造成犯规，两罚中一。这边郭宏印造成犯规。
站出来去冲破红队的压制，才可能去翻盘。高嘉博，三分，三分。楠楠，楠楠，哎，高嘉博抢到篮板。兴奋，斗牛哥好神奇啊，什么球能拿得到？嘉博，高嘉博，加油！嘉博，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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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嘉博，刚打一个，成功掉给内线。哎！他真的是很神奇，神奇小子吗？神奇小子，有意思啊，有意思。红队马嘉祺有机会，有机会给到大东防成这一个，有机会把这个防成。高嘉博，加油，高嘉博，高嘉博，哎，都是帮白队加油，有机会。我们就是要拼他们，创造一个黑九奇迹。我们三个最重要的一个战术就是不让他们特别舒服的运球投篮做动作，我们就直接贴在他的脚底下，然后搏命式防守。大东持球，发球，发球。白队的球员高嘉博。赵学志，防不空位的机会，哎，给到大东，一分，一分，一分，郭宏印，好球，大魔，好了，赵学志，加油，加油，加油，还有时间。冯浩普，冯浩普，哎！冯浩普他虽然人那么瘦，但是在我给他的强对抗之后，他还能稳稳的去投篮。我觉得他的心理素质还有他的素养还是很高的。哇！哇，很激烈，有意思啊，有意思。Defense。马嘉祺，造成犯规，罚球两次，罚进一个就稳了，罚不进，罚不进，两罚不送。踩线了，罚球踩线，踩线是罚球违例中的一种。罚球时，罚球球人需在罚球线后半人内就位，在五秒钟内用任何方式投篮。若罚球球人在球碰到篮筐前踩到罚球线或罚球线前的地面，就会被吹罚球违例，持球不计分不加罚，算是白忙活一场了喽。踩线了，罚球踩线，第一罚无效。抢断成功。
白队只落后两分。注意秒数，注意秒数，七秒钟的时间，要投三分。我要干掉所有看不起歌手的球员。哎，很可惜。好的，那这场比赛结束，恭喜红队取得最终的胜利。这场比赛打得蛮艰难的，没想到除了冯汉普还有他们一整个队都打得那么顽强，这是我们意料之外的，我很尊敬他们。我们恭喜红队。每一场球我都会被高家博的动力所感染到，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高家博给大家带来了另外一种感受，就是一是逆袭，二是认真。他的认真的一个态度会打动每一个现场去看他打球的一个人。我觉得你们是本场最佳了，今天最佳的三个球员了，真的没有你们和对方的奉献，这场比赛大家气氛不会这么嗨。老实说，我们刚刚四位也在为你们加油。谢谢谢谢。现在就是投票的时间是吧？我先给这个汉普，刚刚真的是还不错，中间的这个中距离的跳投都还不错，冯汉普啊。我投高家博。我觉得我就投右边的，因为我觉得你就是很认真的打，然后投进一个三分球。我想选择。我想选择冯汉普，冯汉普。他的技术包括他的发挥，我觉得都不错，都挺好的。综合考虑，综合能力，我觉得他应该去值得去晋级下一轮。恭喜你！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虽然输球了，但是能跟这么多很棒的篮球手同场竞技，非常的开心。我想谢谢这个节目组能给我们这些草根篮球，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有创造奇迹的可能。打篮球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儿。